王子整个行程的食物、水，包括器物，都是随行的安保人员提前带过来的，用完还得回收。你知道你刚才干什么了吗？王子不追究，高翻院也会追究你。淘汰名单已经出来了，有五个人要离开这里。下面我宣布名单：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亲爱的翻译官》。